下高雄慰劳国军弟兄，总统蔡英文中秋前夕特别来发加彩金。祝总统秋节愉快。823大雨，南部地区大淹水，国军弟兄不但救灾，还得复原。总统特地卫冕化兵群，灾后消毒防疫功不可没。这装备空的重量就有9公斤之重了，而且呢，它在装上了化学药剂之后，就重达35公斤。那我们女性同仁她也都可以做。可以，没有问题。35公斤的装备，连女兵都照样背着走。中秋前一天，同时是921国家防灾日，总统行程马不停蹄。营爆甲车的车长，8月24日当天，在完成运送救灾物资任务之后，返营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一位老奶奶抱着发烧的2岁的孙女，皇上是义不容辞，马上让祖孙两人上车。送抵东势乡公所的安全点。到嘉义县水上中庄营区听取823水灾救灾简报，请当事官兵起立接受大家的掌声。我们的国军是货真价实的台湾英雄。蔡总统烙军之余，不忘视导演练。救灾英雄就在旁边，这只猛犬却让总统少女心喷发。全台最迷你队员实力也很坚强。明年就是92120周年，总统下令，不但电视、手机预警逃生系统完备，水灾配套也得到位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